场哇，哇塞！好，第一个来了。啊，他是第一个到的。感觉侧颜还 OK，应该是那个像模特一样的身形。帅了吧？太夸张！哎，有点可以哎，上哪儿找来的？稍微注意点，小月。不是。哦，你要选哪个颜色？蓝色。去住啊！哎，他鼻子中间有颗痣哎！搓手，啊，搓出泥来了。你一直尴尬，啊，他好贴心啊，倒上六杯水，每一杯都倒了，我不会先倒，因为会有灰尘在上面，你要求太严格了，我的天。他还是很贴心。他这个位置是正冲着门的耶，他可以看到每一个人进来。哦哟，怎么好像颜值都很厉害啊？你好 ，Hello。也不知道该咋办，不知道该站还是该坐，做了几个深蹲在这。
他穿着一双女鞋。那个拖鞋会不会显小？哦，他可能是个女生拖鞋。对。嗯，我也觉得老行。这么帅。刚到，刚到，到。热吗？我不热，我说好热，我脱衣服就好了。我好尴尬啊！尴尬了。绿植还蛮可爱的，有小多肉。嗯。哇，好帅！他夸他。什么鬼？这个开场白了。别的男的，他说你好帅、啊。哎，两个男的憋了半天，关键是他的咽了一口口水。你好帅、啊。哇，你好帅。真的。叫什么？赵奇君。赵奇君。赵奇君，王字旁，奇怪的奇。赵奇君。对，你呢？陈一晨，陈一晨，嗯，陈一晨，一晨，赵奇君，对，陈一晨，你猜下一个进来是男生还是女生？那三个男生就可以斗地主了。这有点像北京人。再次陷入尴尬，奇怪的气氛。来了，应该是女生吧？应该是女生吧？是了哦，这个女孩子感觉好像个学生哦。拖鞋在里面。别找了，挺费劲的。这个赵奇君好像急性子，应该是火象星座吧？但我感觉他是直接很爷们吧？或者说比较老练。Hello。Hello。拖鞋在里边。哦哦。拖鞋在里边。那是看哇。好可爱哦！这个女生感觉年纪很小，酒窝还是梨窝？梨窝。嗯，嫖了鸡。哇，这个小虫子。嗯，是吗？没事，我去换掉。OK。我觉得这个女生应该会喜欢这个黑衣服的男生吧，这么快啊，会好感吧，我觉得。
们是到了好久了吗？我叫陈奕晨。迫不及待，迫不及待。陈奕晨。陈奕晨。嗯，陈奕晨。我叫杨凯文。杨凯文是不是很好记？嗯，凯文。对。凯文。陈奕晨对女生比较话比较多一点。哇。这是可以过去的，应该是可以，但是我们好像还没有进去，要看一下。我也想看，就是这边。哇，哇，这好大呀！嗯，我这边可以健身。哇，这个真的是之前没有健身的地方。那边是。我第二个，所以你叫什么？我齐军，赵齐军。赵齐军，对，王字旁奇怪的齐军的军。陈奕晨，赵齐军，杨凯文，齐军凯文。你这个好好记，陈奕晨。你是北京人吗？你是北方南方，北方吧，比较离北京近的北方，是吗？没有，离北京很远。很北。东北。嗯哼。哦。是哪里人啊？你是华裔？我不是，我是中国人，我是纯种，我是纯种中国人。他老盯着他问啊。频频喝水。其实我本来想穿那个绿色拖鞋，我现在不太好。没事，咱们一人一个，不矛盾。